我跟你在一起真的很快乐，真的。不管我们两个以后哈，虽然我不快乐，但是我装得很快乐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是觉得这真的。太阳光照在肩上会让我快乐，这奇怪，很棒，立陶宛快乐，大年初一嘛。Sunshine in my eyes， 为什么在我眼睛 ？Make me cry， 因为太阳直射眼睛会流眼泪，一点都不感动，是因为太阳直射眼睛的关系。Sunshine almost always looks so lovely。在每个地方看起来很寂寞，为什么 ？Sunshine is in my eyes, make me high。哎，奇怪，为什么让我觉得很嗨？很嗨，哪里 ？If I have a dare that I could give you, I would give。要告诉你的话 I'll give you keep you the best that I can do， 不是是 good TV happy time， if I had a dream I would share with you，我有个梦的话跟你一起分享。That dream is good to live every time forever。这个节目真的要永远做下去吗？我看是不要好了。对，还是不要。我觉得让主永远长存，我们趁早消灭好了。而且你要在最辉煌的时候退休，乔登36岁退休，对，他的时机永远。我觉得我们辉煌，有你要乔登拿过走拿回，跟他们怕篮球就怕你垮掉。可是有人想，你知道吗？有人想过乔登哈，乔大年初一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嗨，是啊，大年初一穿黑露露，有点惊哦。我想要穿穿个黑露露。哎、欸，奇怪哈、就是，你们新年坐姿要好一点，好不好？坐姿好一点。我们必须说，我们新的一年，我们真的回归我们的正题。其实我们的名字不叫 Happy Time，、哦、是叫黑皮炭、啊。真的。黑皮炭。皮爱乌的对吧？你看黑皮啊。啊，我这假黑皮。但是你的面是黑皮。我的面是黑皮。对，黑皮炭。那我是说，大年初一哈，哎、欸，我们拜一个年了。哦、我觉得虽然我们不来这一套，但是我还是拜年。对，好、啊，我是不来这一套。我们为什么不来这一套还要拜个年呢？你先来一套吧。好。祝各位今年是什么年？兔年。我们不来这一套啊！不来这一套。今年是上帝拣选所定的1999年是重要的一年，阿们是千禧年前的最后一年，哦、是世纪末1999年2000年的前的倒数第一年，所以我想在这边跟各位拜年，新的一年祝各位 Happy Time， 我不会拜年，我真的不会拜年，欸我有一次因为你往下要去综艺节目嘛，对 对，要拜年对不对？要拜年。我想这久诶，啊你怎么拜年？我说，我编一个四句人啊。啊，你说，比如 Happy time, so happy. If you not happy, it's okay because I'm happy. 就是我编一个四句人啊。哦。我说背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张飞要叫我出来讲了，一出去第一句就讲错了，第二句也讲错啊，在第三句、第四句忘记了。所以哈、哦，哎、欸，那我们到底怎么回事？但今年哈、哦、要做一个反省与检讨。
I believe I can fly. I believe I can fly. 你唱一条啦，你唱一条不？唱完来一条歌啦。我未晓。You can fly, I can fly, she can fly, he can fly. Oh, Kentucky Fried Chicken. 恭喜发财，龙马精神，来。祝福 Happy Time 所有的观众朋友，新的一年龙马精神。不是，今年不是龙马了，是兔了嘛？哈，就是说祝福各位都能够兔马精神。哎、欸，兔有什么成语？龟兔赛。祝福各位新的一年龟兔赛跑，这是什么成语？兔兔顺心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啊，我有想到一个成语，真的。祝福各位一吐为快。你有什么不爽快的事吼？你拢写回来个 happy 的，一吐为快。对对 对。希望我当替恁吐啊嘞。对，其实兔子是非常可爱哈、啊。就我们知道，兔子里面有几个比较可爱的，叫例如说是 playboy 叫兔子。你这色情狂是兔宝宝哦，所以。啊，啥个 ？What's up, dog？啊，新的一年，新的一年，我想说，各位在，不管是兔年或怎么样，大家都能够一兔为快。有没有人跟你讲过？好像我在这个节目已经教育过很多次了，就是说讲话的时候不要吃东西。心里还较轻松的吼，碰下，咱今麦看咱的节目吼，可能就边仔咧拍麻将，边仔咧开讲吼，边仔咧唱歌，边仔咧敲电话吼，边仔咧洗身躯吼，边仔就是做很多的事情，让我们的节目陪伴他们这样子。哦，所以我们跟他一起吃东西，跟我们一起吃东西，来拍。我觉得那年的制作人，我觉得他的脸色发青，发青，因为口吐白沫。因为他第一集就有人围到电视台抗议，我痛改前非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制作人戴电影可怜嘞，他请到我们这两个，他是悔不当初。新的一年，我想就是说大家，如果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期望的话，不要有什么期望。已经太迟了，除夕你那一天应该有期望，新的一年就不要有期望了，就接受吧。但是我就说，新的一年我想就是你们可以传真 email， 我们希望能够多收到一些各位的意见。好，然后如果是想写信来骂我们的，请你不要写，骂我们制作人就好了。对对，但如果要鼓励我们的，请多多写来，就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可不可以？为什么这四五个月来好像只有收到两封信？真的吗？东西笑我哎！这为什么没什么意见呢、啊？人家哈、哦，我告诉你，欧巴桑，阿公，为什么念皇冠人没主持哈？一个穿的衫那些金细细，别说舞台，高凌风在登台的衫，一个穿起来是刚刚是高凌风在登台，外靠的保镖在穿的，在爬起来的穿。对啊，为什么我们这么大的差距？我感觉这个胖供了你的陶艺哦，这个胖就没加进来。你为什么要用高凌风呢？换一个嘛。对啊，是刘文正。刘文正，青春古玩还唱一下青春古玩。其实啊，我在想说，其实这不是我愿意穿的衣服。我是为了舞台的关系啦。因为我们每次的演出都要当成刚刚进来的。其实都是假。我想我们每次的演出都希望得到最好的效果，为了让观众记得我们，所以我想新的一年我们在兔年，我想许下一个愿望，好不好？好。昨天你压岁钱发了多少？三五十走未去了。啊，真的还假的？跟观众讲啊。三五十包一包十块。不是安尼大，你是大梅花，这不是梅花嘞，来这边要大啊。梅啊不是，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。啊，这我会晓啦。只能甜蜜。
一麦是不是没有记？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就是，到底一个主持人不会弹吉他也不会唱歌，他可以主持吗？可是这样的人竟然还出唱片，感谢主。你安怎吼？耶稣会当这个世界？我觉得这个世界，我是觉得是真的是，我看到你，我只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，上帝真的是可以使叫死人复活。天上感恩的心归给。哎，一麦是不是没要记啊？啊，一麦是不是没要记啊？我带你给我讲那个。因他赐下独生子，主耶稣基督，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。因他赐下独生子，主耶稣。就拍你爱和弦，其实啊，我想昨天我们两个压岁钱发的不多，但是我想圣经教导我们说，有给的就必有给你的。好，所以那一天我参加一个特会啊，跟牧师还讲说，你要大方的给。上帝的国度里面哈，重要的特质就是给，而这世界的特质是 take 是收。对啊，这世界拼命收，那基督徒呢应该拼命给，不要想收。可是有给出去的，上帝就会给我们。对，在那边就会给。对，所以我想兔年，兔年我不知道兔子有什么特色，但是我在想说，今年新的一年哈，我想说希望我能是一个慷慨给予的一年。主喜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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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喜乐，喜乐，喜喜喜喜喜乐。哦耶，这是神的基督的旨意。哦耶 ，baby， 喜乐，喜乐。喜乐，喜乐，你要喜乐，这是神的基督的旨意。哦哦哦，应当义无挂虑，凡事承接他的命。哦耶，主已作掌权，在全地。他已赐给我们权柄，见他众仇敌。我靠主耶稣，要常常喜乐。哦哦哦，喜乐，喜乐 ，rejoice，rejoice， Rejoice 喜乐，我要喜乐。这神在基督的旨意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的旨意。因为这是神在基督的旨意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的旨意。哦耶！新的一年哈，我想昨天不管你的
红包拿了多少，或是你给了多少。但是我要跟各位讲，其实，在我们的信仰观念里面，给比拿更有福气。就是比修靠好气，施比受更有福。但我觉得这个是在跟这个，是说施明德比金接受更有福气。好，施比受更有福气，意思是讲吼，施的是你给人嘛吼，送给人，受是你家己摕到吼，所以给人家比拿别人的东西吼，在上帝眼中看起来，给人家是比较重要的。嗯，我终于讲出一些比较正经的话，鼓掌。来，大家鼓掌，好不好？刚才这一段是哈年度金句，黑不太年度金句，重点金句。突然有一天，我走出我的家门，看到路上有许多蛋挞店。什么是蛋挞我不晓得，但是我等了两个钟头都买一个。蛋挞，好吃的蛋挞，我花了两个小时买到一个蛋挞。蛋挞，什么是蛋挞？接下来半个小时我为你说明。听说 KK 开了一家蛋挞店，陆续小东还有许多人也开。这种情形在台湾没什么了不起，每一个人都是一窝蜂赶流行。蛋挞，可爱的蛋挞，我为他排了两个小时买一个。蛋挞，它的秘密在哪里？终于有一天，我看到蛋挞店一间间倒闭。为什么台湾流行那么短暂？可爱的蛋挞，难道没人愿意再疼惜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这一切有什么道理？蛋挞，为什么离我去？蛋挞 ，Please go and go。I love you, 蛋挞。神来救救我！好无聊。我觉得这歌嘛，蛋挞，为什么离我而去？为什么当年我狂热已不在？蛋挞，你忘记我们的山盟海誓。终于有一天，蛋挞它孤零零，它放在街上也没人去理它。曾经疯狂让人痴迷的蛋挞，为什么一切都变得这样着急？蛋挞，蛋挞，不 ，OK， 蛋挞。终于有一天，我想懂了一切。原来蛋挞的小腿越是有原因，因为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如此。任何流行的事情不会永远长存，只有上帝永远的教训。上帝跟蛋挞是等同的名词。上帝，蛋挞。蛋挞
丹尼。哎，这个人真的是哈，是你自己弄的对？桑塔丹尼。只有上帝懂得丹塔会永远的流行，因为他是上帝，我们无法相比。但是人做的丹塔有一天会消失，我们只好接受这无情的道理。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这世界将要过去，祝月新的唱片再也没有人会听，我写的歌再也出现不了在电视，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有永远的生命。哦，上帝，我们这要唱什么？哦，上帝，哦，上帝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他身边。哦，丹塔，哦，丹塔将随风而去。我们祝福每个朋友有永远的丹塔的生命。其实刚才看到那首歌，其实出版，哎，我觉得放在你的专辑，我决定列主打歌，这是这条。哎，其实那一次哦，我记得隔天播出来以后，很多人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哇，黄哥，你的新歌那个蛋挞好好听啊！”你什么时候写？我说没有，临时写。他说不可能，他那歌很严谨啊。你演几个头啊？人卡电话讲，其实我写好黄国仁唱。哎，真的，其实我觉得说上帝的灵感动我们，我们有偶尔也会做出一些好的歌哈。偶尔。我想说，去年一年我们最值得骄傲就是蛋挞那一期，有不觉得？喝了嘎子，我们还有蛋挞可以骄傲。其实所以让观众来票选哦，他们选到就是蛋挞。蛋挞。其实他们是选蛋挞，不是选 Happy Time。不过说实在，忘记了，人家没算那个节目名称的没记啊。哎，我记得节目名字是《蛋挞时间》，蛋挞 time。不要说初一就让人家觉得心里很不舒服。你知道初一台湾人有个习俗，就是要扫地嘛，哈、哦，就说扫地，不可以扫出去，是不是这样？台湾人不可以扫出去，爱扫几呗，爱扫几呗，对吧？但是哈、哦。他恨不得把 Happy Time 扫出去一样，不不行，他把整个电视都丢出去，因为这个 Happy Time 吼拖累着 Good TV， Good TV 拖累着所有的频道的电视，大家都全部无在看。Sorry, Mason, Sorry, Mason 啊。其实啊，我在想，我们这样批评 Happy Time 是不对啊。对，各位你们不知道吗？我们这样的一个这样 NG 或是包含这样都是。经过我们制作人精心设计的啊，其实你想讲我是真正 NG， 其实是 GG 是 good 的这个 NG， 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说随意在做这样的事情。当时我们在做这节目，我们有讨论很久，到底我们要呈现什么样的感觉？结果我们开会就说我们没有办法呈现任何感觉，我们就维持现状，就是呈现我们两个独有的感觉。其实我也常常在反省说，我遇到你在我生命中有没有变得更好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。你考虑这么严重吗？对，因为你本来吹太太，本来我在遇到你生命中，本来我在灵粮堂哈，就说大家对我都还算蛮好，因为我在灵经班我也做了，可是现在有一些人不太理我，是不是因为？我讲我哩丢了教会来，这本来是相当吼喊得掉的。但自从开始这个节目开始开了吼，人家讲玉信啊，你到底含这奇怪人，到底是咧创啥货？我在这个长老教会的 critic 有一点点问题哈，我们各自吼把各自的这个 critic 想办法哈。我看我们这个节目还是啊，但是如果为了上帝的国啊，为了就是说我们能够用轻松的接触到外面的人，我们宁愿损失自己在教会界的声誉。哎，你损失就好，没有关系。所以，我今天要跟各位所有的基督徒的朋友说一件事情：我们内心
我的内心是非常的严肃的，而他的内心是非常轻松的，不是，是轻浮的。我想在大年初一的时候，新的一年，希望新的一年我跟朱月信先自我期许，我们好好的把握新的一年每天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好把握还有剩下一季的制作，希望把握一下。我们都把它当作我们明天快要不能做的节目，对，其实明天本来就没办法做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今天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，对，同样生命我们要好好的把握，我们慢想说啊，明天早上信仰说的话、啊、慢慢来，不行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今天 Here right now， 现在有感动现在就接受 Trust and obey。 现在你有什么感动，例如说有些亲人你很久没有跟他联络，很多朋友想跟他 say hello、嗯、很多事情你还没有道歉，很多今年新的一年重新开始、嗯、该解决赶快去解决，不要再拖了。那我想新的一年祝福你把握今年每一个时光。今年我跟约信都会很忙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计划要做，那约信的唱片也要做，然后我想我会开始筹备我新的专辑，而且我们有新的唱片公司要成立，所以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我们彼此祝福，好，彼此来把握，好好的把握上帝给我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。好，新的一年祝福你，新年你讲 God bless you and us and everyone in the